你转账了没有？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你买的花，我看不见你送的包，可是我的耳朵没有聋啊。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，那么请让我听听转账的声音吧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谢谢耳朵。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想带你去马尔代夫看日出，我想带你去阿拉斯加看极光，你想看什么我都带你去看。那不行。小丽小丽，我也喝了一斤多酒啊，小丽，我想你。之前也考虑过劳斯莱斯和宾利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公交，因为人多热闹。哎呦我的妈！